很坚强，很坚强，很坚强，很坚强。一日泪水先。其实某程度上是唱翻自己的心声。今日我哋身边的是 Gilly。今天就跟你玩这个辣辣寿司坚强性，吃完辣寿司你立刻唱出很坚强、okay. 很坚强很坚强、如果你答到的那就我吃咯，看看哪个坚强一点。我们第一条数学题、不是 很简单的，十秒内要答出。请讲出以下三个图形，哪个是一个最坚强的图形，圆形、正方形、三角形。开始。三角形啱喎。我食夠少啲噶啦，咁你使唔使唱歌啊？啊哈哈！你唱很堅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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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事。我覺得可以落多啲落沙皮喎，落咯。喂、加碼加碼，落多啲先。請講出很堅強三個字，邊個字最多筆畫？堅錯嚇，係強啊，係堅同強係同樣筆畫噶，耶、yeah! ！到你吃啦 ！Trick 我好啦，面不改容喎，可以可以，有料到啦，有料到啦，有料。很坚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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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们的爱情不正常，而我都可以。为你乱性哭崩一场，好犀利啊！冇事冇事，哇，呢、這个好有情感喎、啊，咁样我好 touch 啊！突然之间，语言题系，请用四个语言讲出坚强 ，strong， 坚强，坚强，卡巴，吓，临尾两秒弹咗一个系咩文嚟噶？马拉文，识到，很坚强。很坚强，很坚强，很坚强！哇，公平啦！音乐题，请讲出除了很坚强以外，三首鼓励人哋坚强的歌曲。红日嗰嗰啲算不算啊？狮子山下。耶！喂呀！有冇想喊的感觉啊 ？It's okay, Jane. It's okay。我仿佛哭泣的声音都比较硬朗吧。其實你係咪好多時都係自己死撐過嚟咧？即係譬如喺你嘅音樂路上，你覺得最要死撐嗰段時期係邊段時期咧？我諗係三年前左右咯。咁嗰段時間係我人生中最低落嘅一段時間。咁加上我又唔好同人講啦，你唔中意同人分享你係啦，呢、這個咪死撐咯，即係會覺得唔想講，即係好想自己撐。盡撐撐唔到先講，而家諗翻起咧，其實我覺得幾正嘅嗰個過程，有得著嘅其實，即係每一個困難，每一個你覺得最難跨過嘅時候，其實嗰個正正係我哋成長得最快嘅時候。隨住你經歷嘅嘢越多、你慢慢發覺原來刻意去要長期好堅強，或者自己一個去孭曬所有嘢、其實會唔會係無謂咧？有時 show 下你自己的軟弱是 OK 的，尤其是在你信任的人面前，因為你這樣做的時候，其實是給你身邊的人一個機會，一個 message 去錫你。其實是一段關係是有來有往的嘛。記住堅強得來都要適當的時候給自己放鬆一下。好好加油。